15号，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北极站建成，并且投入运行。作为中国首个海外陆地卫星接收站，单颗卫星数据接收量是国内站的两倍以上，将极大提高中国全球数据的接收获取能力。15号，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北极站建成，并且投入运行。作为中国首个海外陆地卫星接收站，单颗卫星数据接收量是国内站的两倍以上，将极大提高中国全球数据的接收获取能力。